左边能看完吗？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要不要？找了一个，右边，右边，能 K 头吗？把他们头 K 了。二标一个，小心点。二标，等一下 ，VIP 没掉人的。二标那个可能过去了。他们在往上山上顶 VIP 的。我们去顶 VIP 可以吗 ？VIP 过。打哪儿呀、啊，兄弟？左边还是一个小五。可以顶过去打 VIP 吗？往右边，还是共图？共图呗，共图。倒人就可以顶，我觉得。十七毒死一个，死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个小五。就在沟里啊，二彪。我们可以控图，控图是最稳的。他如果还有几刀，就可以。人应该可以去，可以拉了，可以拉了，可以拉了。对面可以去啊，吉普要带人，吉普要带人。带我，左圈，带我。啊，那我开木马，我开木马。我按了四 CM。四打一打二，四打一打二。我拉右边毒边。好。能到毒边吗？我们直接把那个医院点了。我在。我直接顶你左上，别顶右边点，他们拉回来了，我帮你们掉，快点，别，一下，我死完了，还剩个小五还行，可以扶人扶人，别倒，扶人，你扶人，挡个位置，二标方向，看到了，架住就好，没事，我能架，你去扶，推，你去扶，他往右边拉了，好，拉绿标了，别让他丢雷啊。到近点了吗？能看我近点吗？绿标，没到我近点是吧？绿标，磨车。Nice，一个头，攻势下一击，不错啊！唐宝宝那边收了一些分数，然后后面决赛圈在。打得稳一点啊，成功吃下一击。老三妹也是很稳健。其实，在初期，我们今天看到前三场的开头啊，整体 Pyro 拿的分数其实不算特别多。从这个第三、第四场开始 ，Pyro 开始逐渐的找回到自己的状态。今天小崔不是滴一滴血吗？是的。这样的话，这一击也是给 Pyro 打了一波强心针。这局整体打的就是。没有那种很急躁。